什么车票？去贺新的。说了什么？他回学校了。这么不巧。是啊。简单，我们也去一趟，正好玩一下。你别折腾了吧，又不急着在今天请客吃饭。没事。坚决不去。 哪有追着人家请客吃饭的？还是在别的城市，太变态了。姐，行，不折腾。好不容易找到住的地方，我还没缓过来呢。哎，我不是想着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吗？总会有机会的。林哥，你咋突然就走了呀？还没吃饭呢。我们一会儿吃完饭得去趟超市。 嗯，补点货。嗯，买点水，零食。哦，毛巾得买，洗发水、沐浴露都没有，都得买。嗯，你要不记一下，一会儿忘了。知道。你坑着我干什么？那边有零食，你想吃什么自己买。哎，改天再买，改天再买啊。 我刚刚选好的。我买了车票，时间来不及了，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走了啊！等会儿，什么车票？去贺新的。林哥给我推荐了个 app。 我就试着订了两张，还挺划算的。不是说好了不去吗？哎呀。 你听我说完吧，本来没想去的，但是又聊了两句。林哥这人吧，又特热情，我说我认识一个姐姐，跟她一个学校的，然后挺好奇他们学校长什么样，他就说有空来参观参观，说不定以后读博也是个好去处。你就算是想参观人家学校，也不用赶在今天吧。哎，安琪，我这不是话赶话，一高兴就买了吗？你看。 你把票退了吧，咱们改天再去。改天你就没空了，你后面又要训练，我又不能耽误你训练。飞哥知道了肯定要揍我。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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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Is it our face so undeniable? Everything we did, these two of us. Lovely you, how'd you steal